可怜妈妈没人疼，错误饮食害惨自己。我早上先吃早餐，后片一来我忙一塞，就我那个上颚的那一层黏膜，整个黏在那个后片上面。这些特别容易造成烫伤的食物，咬下去那一口，你可能误以为还好，然后一咬下去喷出来就有烫。你的嘴唇、口腔黏膜、食道跟胃，在这当中最不耐热的就是食道。常常这样的话，其实你真的食道的可能性真的很大。太严重了！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声东森超市33频道。